掀开经本，阿修罗王第长行第七句看起。坚固妙行阿修罗王得菩提不可坏善根，净住染浊邪头。坚固妙行庄严菩萨，他修的这个法门呢，对我们现前来讲非常重要。名号里面有坚固妙行，我们如何去学习？那么他学的法门是普及不可坏善根，净住染浊。什么叫做不可坏善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万善顺理，普不可坏，这是说出来了。理是法性理体，所有一切的善心善行都要与性德相应，这样就坚固了啊，就是不坏的善根。在这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今天我们一般大众起心动念一切行为违背了理啊，随顺事，如果是随顺觉悟的人，诸佛菩萨的行事，这个没有问题啊，随顺六道凡夫的行事，这个里面就有善有恶，我们怎样辨别善恶？善恶的标准又在哪里？我们要想来生不堕三途，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才有希望啊！这些事情不清楚、不明了，在佛法里面就是愚痴啊，就是邪见，自己躲在邪见里面，决定不承认
自己是邪见。如果承认自己是邪见，他已经转过来了。总认为自己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在讲经里头也提到过不少次了，邪正的根本，是妄想分别执着。那诸位想想，我们有什么能力断妄想分别执着？执着里头最严重的执着，我执啊！见思烦恼里面头一条身见，边见。这个麻烦大了啊！戒取戒，见取见，这两种，我们一般人称为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戒取戒是在因上的成见，见取戒是在果上的成见。这个事情很麻烦的。接受过圣贤人的教诲，在凡夫地没有觉悟之前，换一句话说，不懂得什么叫信德。在这个阶段随顺圣贤人的教诲，就是正知正见啊。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顺利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断恶远离食物，这个是讲到十善业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这属于消极啊，是消极的善啊，远离食物了。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你看看这个消极的十善之后啊，依十善业修六度，修四无量心，修四摄法，修三十七道品，极极的善。那就不是消极的了。此地万善，万善的根是十善。以十善的心修六度万恨，这就是万善了。修善重要的要顺理，这个理这个字就难了就不好懂了虽然难，虽然不好懂，它有个总原则，有个总的大前提，
啊，那是什么呢？是慈悲，是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无条件的爱心，帮助众生脱离苦难。这个脱离苦难，也要注重一个理。我们如果执着在事上，往往迷失了理。啊，是好心做了坏事。这个坏事虽然不是罪，但是是过，比罪轻一等。啊，怎样能够避免过失？不能不亲近善知识啊。那么现在到哪里去找善知识？真正善知识都是非常谦虚，都是自卑而尊人。我们肉眼凡夫怎么会认得？古人教导我们，现在善知识我们不认识，实在讲善知识并不多，很难遇到。诸佛菩萨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那是我们的真善知识，我们可以亲近啊。那亲近他人不在了，他人虽然不在，他的住属留在人间，我们多多的去读、去研究、去理解，把你所理解的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亲近善知识了。做古大德，做佛菩萨私塾弟子，真正肯学，这真是弟子啊！佛经里面讲的第一弟子，这不是假的。在世法里面，从前孟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孟子学孔子，孔子已经不在世了，读孔子的书啊，学孔子的为人啊，读书有不明了的地方啊，向孔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称孟子为亚圣。那学得很像啊！这个都是找前人做老师。在佛门里面，也有典型的例子，偶益大师，私塾莲池，那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就专门读莲池大师的书，依莲池大师教诲去修行。给诸位同学说，也都是一门深入啊，他并没有学杂，
他没有学多，跟一个老师学。啊，孟子专学孔子，欧冶专学廉耻，啊，都学成功了。学的太多太杂就不行，啊，决定没有好的成绩。啊，真正要好的成绩，啊，杰出的成就，必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才能成功啊。诸位今天如果说是真正发心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注解不多啊，尤其是汇集本注解只有一种，黄念祖老居士做的。我们有一个讲记，这两种东西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资料。一门深入啊，到一个阶段之后，啊，到纯熟的时候，再去参考其他不同的译本、汇集本，会帮助你开悟啊！啊，必须在一个本子里头扎根，啊，然后再求贯通，啊，其余八个本子你能够贯通，贯通之后你再看五经一论，啊，你再看观经，啊，弥陀经、行愿品，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往生论，这对于这一个宗派你就通达了。这个通达不难，扎根难，啊，所以根本的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然后你的思想见解言行不但皆善的，而且都能够顺利，啊，顺利就不可坏啊，不但你的因行不可坏，你的果德也不可坏啊。就像佛在这个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你所获得的福慧没有能够啊举坏的，啊，为什么不可坏呢？顺理称心，啊，凡是称心顺理决定不可坏，道理在此地，是解脱处豁然不忘，啊，从这个地方证得解脱，啊，这个豁然就是智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我们今天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往事灭了，
这一些烦恼永远断掉了。说再说呢，转烦恼成菩提，无量无边的烦恼都转变成智慧，转变成这个四种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都转了，功归正觉。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功劳这个真是无比殊胜的功劳因为你超凡入圣了转迷为悟，超凡入圣了这个功劳归谁呢？归正觉。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有觉，但是不正的。为什么不正呢？夹杂着妄想分别之中，觉就不正。佛跟儒的教学真正是所谓的一鼻孔出气，儒家讲的正心，佛法讲的正觉，正觉的根源是什么呢？真诚儒家的正心在诚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就是万事顺利我们今天的大病就是没有诚意换一句话说，总不免自欺欺人，这个就是没有诚意的现象自己也知道，但是改不过来。为什么改不过来呢？古人说的很好，你没有做各无致知的功夫你那个意怎么会成呢？你的意染物意，无量劫来被污染了那么诸佛菩萨他们是清净意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诸佛菩萨是清净心的，我们的心是染浊心的，这个不一样修行讲求的是
从根本修。这个地方说到根本了。根本在致知格物，致知是求学，我们不肯学，格物是断烦恼、断习气，我们没有在这里下功夫。我们的习气染着非常严重，要克服自己这个毛病，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这个功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忍耐，所以《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我们看到这个经缘里面，顺自己心意的，不生贪爱，贪爱心起来，你要忍呐，你不忍不行啊。见到不如意的你就生嗔恚，你也要忍啊。真正能忍才能不起贪心，不起嗔心，永远保持清净心、平等心对待万事万物。忍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不是叫你要放下。能不能放下还都关键在忍。你能忍你才会放下。那我们初学最重要的就是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决定不去随顺它，这是忍辱啊。翻过来随顺呢佛菩萨的教诲，也要有很大的忍耐，认真努力去做，在这个里面得定得智慧，智慧开了那就是正确了。清凉大师这个注子里头有这么一句，我们就知道前面他老人家所讲的万善顺理，这个理不是普通的理了，是性理，也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什么地位呢？这一看不就很明显了吗？原教初住以上的地位，化身菩萨万善顺理呀，普不可坏呀，普是普遍。
啊，也就是一切不可坏。啊，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境界。啊，我们要想到在这个地方学习。啊，故寄云佛力，啊，寄诵里面，啊，第七首说佛力能生普令尽，啊，清凉是引这一句，啊，这个佛力是佛力加持。自己有正觉，这是有感，佛就有应，啊，感应道交，如是修者坚固妙也，啊，这个坚就是不可坏啊，万善顺理就是妙也，啊，妙庄严。对我们现行的修学很重要。再看底下这一句，啊，第八句，广大应会阿修罗王得大悲离无疑惑主谢他们。清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提示的，悲用智故，普令无疑，主是四者广大应会，菩萨修学的法门。我们要细心体会，啊，大悲力，清凉大师告诉我们的，悲跟慧呀，不能离开，有慈悲没有智慧，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这是我们四众同修啊耳熟的。可是佛家常常教导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诸佛如来自行化他了，离不开慈悲智慧。啊，所以慈悲跟方便都因智慧而能够成为德行。如果没有智慧，随顺自己的习气烦恼，这个慈悲跟方便都成了祸害。啊，这些事情我们稍微留意，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啊，可能我们自己都错犯，啊，实在是粗心大意，自己不能知觉。帮助人造作罪业，还以为自己是慈悲是方便，啊，
这正是我们的愚痴，正是自己的邪见。做错事情还不肯承认，为什么呢？面子问题，永远不能改过，这个过失累积就变成大祸了，就变成重罪了，不通忏悔。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这个问题要不能够解决，决定障碍这一生往生净土。那么由此可知，不忏悔决定不行啊，忏悔不丢人啊。古德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一个能够悔过改过的人，诸佛菩萨赞叹了，社会大众啊尊敬啊，有过而不肯承认，不知道悔改的啊，诸佛菩萨摇头。社会大众了解的时候回避他，这个里头的利害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才能够养成一个勇于改过的殊胜的心门。菩萨得法，大悲力无疑惑，无疑惑是智慧，智能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大悲力表现在四相上，广度众生。慈悲救济，慈悲救济里面决定要有智慧。现在世间人做慈济功德的很多，我们也曾经听到有一些人说他们做得不如法，为什么会不如法呢？没有智慧，感情用事，流弊无穷。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呢？还是要做。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世间要做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事情，完全没有流弊的事情，佛都做不到。佛不是做不到，佛了解世间人六道众生决定做不到，所以他老人家视线做不到。
我们要懂佛的意思啊！佛陀在世，僧团外面有六师外道，僧团本身有六群比丘啊，这些人在这个团体里面无事生非呀。实际上，六师外道跟六群比丘，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再来的就跟唱戏一样啊，唱反派的，他不是真的反派，他唱反派呀，让我们反复觉悟啊，觉悟到什么？凡事事情不可能有十全十美，明知道这个里面有弊病，还是要做啊。比如说救灾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钱拿去救灾了，结果都被那些救灾的人吃掉了，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啊，他不会把那个救灾钱全吃掉吗？他总还有一部分去救灾吗？那你听到有这个事情，好了，我们不救济了，你看那些人饿死吗？这错误的呀！不能因为有弊病我们就不做了啊！弊病我们要想方法尽可能的去避免啊，把它的幅度降低，不可以不做啊！这个不做就真的古人所谓是因噎废食啊，这是大错特错啊！这个世间人在家出家，贪嗔痴都没断啊，见财起贪心的出家人不是没有。新加坡坛禅法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看他自己一生修苦行啊，在城隍庙卖香、卖蜡烛、卖纸钱啊，一块两块这样收啊，在这里攒集，攒集一笔钱送到大陆上。帮助大陆上恢复寺院啊！我听说这个福建的西禅寺，他就捐了100多万美金啊！过去在美国，美国旧金山大觉联社当时买了个会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美金70万，坛禅法师捐了40万。他捐出去钱再也不过问他的用途，说得很明白，我捐给你了，因果你自己付啊，就说这么一句话啊，我的钱交给你了，因果你付啊，这个态度正确的啊，过人有过人的因果嘛，不能怕人家在当中图利的时候我们就不做好事，就不做了，这个错了，这个把自己修福的缘断掉了啊！所以修福的人，肯修福的人永远是有福的啊！你凭你拿这个100万来就做好事了，如果当中真的有人啊，在当中里面啊，他自己贪用了，用了几十万了，啊，那么还有一些钱，他也拿去做好事嘛？你还是得福报，
这些人贪污用你钱，是不是他是负债的，将来他还要还你的债。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布施的人不吃亏呀。啊，那一边有修复有修复的，将来有报恩的，这一边还有一批还债的。你把这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哎，你就很安心的去做了。不可能再有忧虑了。啊，受恩惠的一定会报恩。啊，欠债的一定会还债嘛。有什么好顾虑的？只问这个事情，我们当做不当做。啊，不要怕当中有一些弊病。啊，不要怕这个。啊，所以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因果通三世啊。啊，这个慈悲济世的工作才能做得圆满。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做慈悲救世的工作，不能不闻法。深入经藏，深解意趣，是修大悲济世基本课程的。他才真正能做得如法，如理如法。他才能得真实的功德利益。菩萨德号叫广大英慧，这个名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清凉大师注解的很好啊，主持四者广大英慧啊，就是主持啊，这个慈悲济世工作的这个人啊，他一定是具足广大的因慧啊，广大的因就大慈大悲。啊，落实在四相上就是四摄六度。啊，六度最后是般若波罗蜜啊。啊，那是慧呀。啊，没有慧，前面的事都变成福报。啊，变成世间有漏的福报。如果有智慧在里面呢，这个福报啊就变成福德了。这智慧不多，有点小慧。如果有大智慧在里面呢，福德就变成功德了。功德能了生死，能除六道，能成佛道。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得到，
诸佛菩萨所示现的，示现的最明显，示现的最多的是教学。那么由此可知，慈悲济世的根本还是在办教育，教人转恶为善的福报的这个人天福报啊，再帮助你转迷为悟，福报就转变成功德了。一开悟，全是功德。啊，果报是超凡入圣啊，这叫真救济啊。没有把你救出六道，这个救济不究竟啊。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才是真正的救济啊！六道轮回之苦你永远离开了啊！再到六道里面来，那是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啊，那是尘愿再来，不是业力来投胎啊，虽有种种苦行实现的表演的，不是真的受啊。四圣法界里面苦乐忧喜受都没有了啊，苦乐忧喜舍啊，这叫五种受都没有了。所以阿罗汉以上的这些圣者到六道里面来度化众生，都是尘愿再来的啊。我们凡夫看到他有苦乐忧喜舍受，实际上没有啊，他是像唱戏舞台上表演的啊，不是真的啊，不像我们凡夫真有苦乐有喜舍，他是表面上有，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我们的苦乐有喜舍是内外都有啊，人家外表上装着有，实际上没有啊。那种种表演都是度众生的方法啊，这个佛家佛法里头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不是真的有苦乐忧喜舍受啊。啊，我们要是看阿罗汉还有五种受，那你就完全搞错了。啊，他要有五种受，他是凡夫。啊，他是六道里面的凡夫。没有离开六道啊，离开六道啊，这五种受都没有了。五种受里面最高级的是舍受啊，他舍的是什么呢？内舍忧喜，外苦乐都舍了，身有苦乐受啊，心有忧喜受啊，这凡夫啊，啊，内外都舍了，那个叫舍受啊。为什么不叫禅定呢？没有出三界，它是定功扶住了啊。在这个天道里面，四禅天跟四空天都把这个都是住在舍受里头
他会退转，他会堕落。如果他要是不退了，那就超越六道了。啊，四禅八定都是属于邪兽。啊，邪兽跟禅定的境界是相同的，就是不能够持久。啊，那佛给我们讲的四空天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啊，换一句话说，他住邪兽住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在我们听起来，哦，这个天文数字啊，时间太长了，但是比起无限的时空，八万大劫是很小的、很短的一个时间，不是长时间。啊，这就是说，升到飞翔、飞飞翔出天都不是究竟的。啊，时间到了，他这个功夫失掉了，失掉了烦恼又起现行，啊，还是要往下堕落。啊，到第八定不错了，所以楞严会上的时候，佛鼓励这些人呢，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达到第九定。第九定呢，就出了三界。阿罗汉所证的这个禅定啊，叫第九定，啊，这个楞严上叫九次地定。啊，这是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所证的。啊，这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再退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啊，这个功夫相当不容易啊！啊，不要说是九定八定。说老实话，我们连个初禅，这个初定都得不到。啊，这个东西很现实啊，你自己修修看，仔细想想看，你心里面还有没有忧喜？你身还有没有苦乐？啊，身还有苦乐，心还有忧喜。没有再出产了，欲界啊！啊，你搞得再高明啊，你还是欲界天人啊，你到不了出产天啊。然后大家才知道修禅定的难处，这禅宗不容易啊。啊，这个往年谭旭老法师常讲啊，他一生当中看过许许多多修禅定的，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开悟的，啊，一生当中也没有听到说有哪一个人开悟的。禅宗要开悟才管事，才了生死，才出三界。如果没有开悟呢，他得定。得定啊，他的果报就是在四禅天、四空天。换一句话说，不开悟是不能出三界啊。这是真难呐。近代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谈过，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往后去，要想从
禅宗、密宗里面得解脱的，恐怕没有人能做到了。这个话是很客观的话了。他自己跟虚云老和尚参过禅，跟这个是贡格老人学过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这两种法都修，不能成就。所以他还是遵照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念佛的方法了，持名念佛。你看看他在晚年每一天十几万声的佛号，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他是念佛往生的。这一条路是个稳当的道路啊！他也是表演给我们看。从禅、从密里头回过头来，死心塌地念佛。注解无量寿经是夏老嘱咐他的，这个是叫尊师重道，不辜负老师的教诫，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全心全力念佛，这念佛走的，这叫真正叫报师恩呐！孝亲尊师，从这个地方能看到。清凉在此地，虽然言语不多，我们要体会他的深意，他的精义之所在啊！特别讲到主师四者，这一位菩萨是修慈济功德而证果的。广大音慧阿修罗王，广大音慧菩萨了，他是修这个法门的，哪一个法门都能修行正果。我们现在明白了，不再执着了，门门都好，门门都成无上道。主师四者要有智慧，主持的人要没有智慧，底下办事的人就更没有智慧了。主持的人有智慧，必定教导所有办事的人都有智慧。这什么意思？大家想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办培训班呢？你看看现在社会上的这些工商业，哪一个大的公司
尤其是跨国公司啊，大的财团，他们的干部啊，一般讲科长级以上的干部，每一年都培训啊。我们以前住在美国，这常常听到的，同修当中，哎，他这两个星期不见了，到哪受训去了？啊，公司要培训的。那反过来，我们看佛教的或者是其他宗教，许多慈善团体做的这些事情流弊很多，原因在哪里？这些工作干部没有培训，培训里面最重要的是要培训他的道心啊，是要让他彻底了解因果的道理与事实。啊，让他有这个认知啊，他去做救济的事业，就会很认真去做，真能够舍己为人。啊，不敢从中贪图丝毫利益。因为贪图这个利益，果报太可怕了。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才二十几岁，他老人家七十岁了，常常讲故事给我听。啊，都是真的事情啊！哎，这事情好像写在他的著作里头。他有一本《八大人觉经讲记》，啊，好像那个里面有写。啊，他写了好几本书。啊，他这是在民国初年，那个时候，上海租界还很多。都是外国人的这个占领区。啊，当中有一位也是一个财主啊，在清朝时候做的官也不小。啊，住在这个租界里面。他有四个太太。啊，那是叫四姨太，那大概是自己原配的五个太太了。清朝亡了之后，啊，他就住在租界，念佛，啊，做这些慈善事业，啊，每一个人都称他做善人，啊，叫大善人。那么过了几年呢，他死了。死了之后啊，就是四姨太太非常想念他。啊，去找，希望呢能够有通灵的人。啊，把他找来啊，问问他的状况。啊，结果正好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法国人。啊，通灵。他能够把这个过世的人啊找回来，跟自己家亲眷属可以谈话啊，就是能把这个人找回来的时候附在人身上谈话，他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当时在上海找这个人的人很多，他听说了。找他来之后，那个时候要的钱很多啊，普通一般人是找不起的。
啊，好像一次在那个时候还是用银元，啊，1000块银元，很大的数字，啊，那他家里富有啊，这个钱对他还能够拿得出来啊，啊，钱就交了。交了，过了3天呢，都没有消息。这个四姨太太就找他了：“你是不是骗我？”这法官说：“我绝对不是骗你，我确实就找，找了3天找不到。”然后他就说：“你们家里亲戚朋友当中如果有过世的，我再给你找一个，证明我不是骗你的，我收费只收一半。”那么正好呢，他们家里的车，那个大儿子过世也没多久，啊，那个大儿媳妇就讲了，你去给我就找找他的先生，啊，这付一半的钱，在不到几个小时之后找到了，啊，他附在人身上，听的那个声音，确实是他的大儿子，一点都没错，就问他。死了以后的状况啊，他跟家的人谈了，然后就问他，你父亲到哪里去了，怎么找不到，他说父亲堕地狱了。哦，他们家里人很吃惊，他一生行善积德，都做好事啊，天天拜佛念经，怎么会堕地狱呢？他大儿子说了，他在前清末年的时候，啊，北方有灾难，朝廷命令他去赈灾，他把赈灾的钱自己拉用了一大部分，所以灾民啊得不到这个赈款的时候，死的人很多，这个原因堕地狱。就是现在在上海，他的老朋友还有几个人呢？知道这个事情啊，于是这个四姨太太呢，就找他先生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说，他不错，是做过钦差大臣，是去赈过灾，但是究竟呢，他有没有吞没这个灾款呢？那就不得而知了。这真是啊，所以。他自己于心有愧呀，啊，他来吞没的那些钱，虽然后世拿去做好事布施、修桥补路、天天拜佛诵经，还是抵不了罪过，还是要堕地狱。啊，这个法国人他的本事在恶鬼道他找得到，地狱道他就没办法了。啊，这个跟我们《地藏经》上讲的很相像。啊，你看《地藏经》上说的。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去，一个是菩萨，啊，到地狱度众生的；另外就是有地狱罪业的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决定见不到地狱。啊，所以这个法国人见不到地狱，啊，找不到。啊，朱老居士一生呐，自己亲自遇到这些事情很多。啊，那时候给我们讲啊，啊，业因果报啊是真实的，决定不是虚妄的。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起心动念呢，自己要知道约束啊。不要认为起个恶念呢，哎，这个没有罪呀。那你就完全想错了。大小乘里面的戒罪，这是经典讲的很明白的。啊，小乘论事不论心。啊，这修小乘的人，啊，起心动念，那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做恶的念头，他不犯戒，不是没有罪。
啊，他还是有罪，但是不算犯戒。大乘法里面起心动念就犯戒，啊，有罪又犯戒，哎，绝对不是说小乘哦，论事不论心，心里头这个起心动念做恶的念头啊就没事了，那你就完全想错了。动的恶念不算犯戒，啊，但是他有罪。这个大乘里面呢，起个恶念呢，不但有罪，还破戒。啊，所以修行，古大德了，一再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回头要从起心动念处回头，啊，务必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塑造成纯善的人，啊，像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啊，昼夜常念善法，啊，我们意念经典上的教训呢，善法。啊，所以经一定要念得很熟，啊，最好都是能够背诵，啊，没有事情就背诵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常念善法，思维善法，啊，研究讨论是思维善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观察善法，啊，务必要念，啊，要叫这个善法了念念增长啊！啊，幕后佛还一再郑重嘱咐，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才真正叫止于至善啊。这个是佛菩萨的大道啊。啊，我们为什么不走大道？为什么走妖魔鬼怪的小道？啊，我们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不但走出六道啊，走出十法界。啊，自己要认识清楚，要认真努力去干。啊，别人怎么看法与我不相干呐。别人怎么个批评法与我也不相干呐。啊，你要是个纯善的人，不肯造恶，不肯说坏话。现在社会人说你是迷信，你是个怪人，啊，怪物，啊，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吗？啊，随他怎么讲去，我们走我们的佛道、菩萨道，他走他的三恶道。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回头，我们也不可以受他的影响。啊，那么这些熟人跟自己总是有缘人，将来自己成佛了，啊，再回过头来帮助他们不算晚了。啊，我们自己不成就，跟他们一样的堕落，啊，这个就真正的错了了。啊，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子里头讲的，诸师四者
广大恩惠，这两句话语重心长啊。今天多少善心人想做一点好事都不能做圆满，原因在哪里？都是因为没有真实智慧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接受啊佛菩萨的教诲，没有机缘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佛的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责任。不但佛经我们要讲，要发心为大众细讲，至少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我们也都要能够通达，能够讲解啊！尤其在现前，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啊，无论在哪个地区啊，居民都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很多不同的宗教啊。我们单单只说自己的这个经典，人家以为你就是佛教，我们不妨啊多讲几种东西啊。如果有这么一个道场啊，一个星期啊，有个三天讲佛经，两天讲道教的经典，两天讲儒家的经典。儒释道可以圆融啊，在基本上都是劝人断恶向善，都是帮助人呢破迷开悟啊。这样合起来讲啊，确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啊。这样做比单一宣讲佛经，我觉得更容易契机啊，法缘会更殊胜啊。因为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佛的，你给讲儒教的，他来听，他来听久了，慢慢他也来听佛经啊。像新加坡信道教的人很多，但是讲道教经典的人很少。如果有这么地方常常讲道教的经，我相信很多道教的信徒啊也都来听啊。所以不必啊去分啊，这个分宗教分派别，不必啊，一视同仁啊，平等的来弘扬，这样子好。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讲到此。